我是鹏子，今天又出来跑工地了。大家看到这是哪里吧？但是这是精卫大道，前面的是中粮一号院，现在卖的比较火的。走，咱都不到那边去了。刚好这是一个网友介绍一个活，现在就做一些现金吧，哪怕价格低一点，公司也能交代过去。那现在过去看一下地形，就是这一半天要发料，过去瞅一下，瞅一下下步的这个安排。感谢感谢屏幕前所有的朋友给大家介绍。看，它是也是不好走，我们过来就看一下地形，因为现在大体的我能看着，但具体的还是要让泵啊啥的过来，泵工过来实际看一下。明天打就是提前给人家服务好嘛，走吧。这两天西安天气美得很，就早晚有点凉。大家知道这是干啥的吗？如果买的恒大的房子就比较，这是热力管道，因为之前从这路过过。看，这是往北边通那个恒大，秦汉恒大的热力管道。如果通了，就证明咱恒大的房子后期应该是没啥问题。啊，给联系一下。他们也在干着了，看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基本上40米左右的泵就可以了。提前过来看了，这是秦汉，之前是文旅城的热力管道，所以一直人家这边就配套的。咱不说是秦汉咋样，秦汉恒大咋样，他这是配套工程嘛。恒大之前南面在干着，我那个好几个同行朋友粉丝都了，我说你那没问题，反正配套的设施也在干着了。钢筋地方反正也还行，但是可能它的位置啊啥，到时候还需要腾一下啥的。看好咱改天都开打，提前给公司一报计划。看，在外面干活没办法，你看这管道大不大？真大，热力管道，它应该是弄的渭河来跟前的电厂直接过来的热力，包括西安北郊这一块都是这边的。走，过去具体再去看看位置吧，这管子美不美。好了，大概看了一下，这位置是比之前说的城中村的位置大一点，而且在你看荒郊野外，有的是包括土啊啥，让他们稍微刨一下，用挖机刨一下基本没问题。但也感谢所有的网友朋友，之前包括去年有好几网友也帮那个四区那边介绍，虽然活不好干，但是我们也给他干了，所以今年没办法，就接一些给公司接的小活吧，能稍微能回点钱吧。看那是绿地格林公馆啊，那边是刚才你说的中粮一号院。秦汉这咋说了，挨着北边那个什么中铁的，还有那个紫薇的，哎呀，那房产比较多，但是发展起来还得几年，所以我就是有时候跑工地比较多，包括很多认识好多工程朋友，大家都相互给把这个圈子给建起来，多少先干吧。走了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。